像我一样啊，在你的手背上沾取一点点，接下来直接使用指腹轻轻的在你脸上呢，直接薄薄的贴开来。因为它的延展性很高，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在春夏的底妆产品来说呢，如果底妆太水，你会发现没有修饰效果；可是如果底妆太厚的话呢，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自然。你可以直接使用指腹在全脸推开之后，接下来你再沾取一点点在指腹的位置呢，针对像是鼻翼旁边的泛红或者眼睛下方的修饰，直接轻轻的按压。最后啊，注意看，明天早上是你画哎，你可以直接。直接使用海绵，直接轻轻的，最后在脸上薄薄的把整个底妆跟您的肌肤呢做出来一个完美的融合，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自然温暖烛光跟您的肌肤整个就融合在一起了。那这边谢谢 Lenny 老师，那 Lenny 老师回座前，我们请三位来拍一张合照好不好？三位，你的麦克风跟帮你拿一下，看看中间的照相机。烛光聚焦飞机真厉害，就像内建光源一样完美呈现烛光细致柔和的光透感，怪不得三里眼中只有你才吸引。看看你的右手边，再看看你的左手边，最后看看正中间。建议掌声，谢谢化妆界第一把交椅，谢谢 Leslie 老师，谢谢。麦克风 for you， 麦克风给蔡诗芸。